老大媳妇儿。哎，爸来了，我爸呢？你爸呀，在老二家。我来呀，是跟你们说一件事。妈，什么事？您直说。我们那个房子不是拆迁了吗？老二和他媳妇儿说，拆迁款一家一半，我和你爸一家养一个。你爸身体好，老二家说养你爸，我身体不好。老二说让我来你家。啊，老公你出来一下。怎么了媳妇儿啊？哎，老公，咱妈那个房子拆迁了，老二家说拆迁款一家一半，爸妈呢一家养一个。啊，爸妈分开过呀？是呀，老二就这样说的。那怎么办呀？还能怎么办呀？把咱新盖的房子给爸妈住，咱们呀就不搬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妈，没事，都说一娘能养十儿，十儿难养一爹娘。今天呀，我就非得改改这个说法，您和我爸呀就安心的在我们家住下，以后呀我没给你们养老。这样能行吗？妈，您放心，至于拆迁款，老二要想要呢，我们无话可说，我们呢一分不要，您留着呀和我爸花。嗯，妈，就按晨晨说的办吧。嗯，那你爸？我给我爸打电话，往新房子搬家。喂，爸，中午你来我们家吃饭吧，吃完饭咱们往新房子搬家。哎呀，还是您来再说吧。妈，走，咱们做饭去。我是你，后来是你，最终也是你，不能话是一场游戏。